今天这饭咋还没给我送来呢？我都饿了。来了，小胖开饭了。你别光闻呢，这个呀是咱家小胖想你挑战一天只吃鱼，而且还是各种鱼。那也太腥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咱家小胖可说了，只要你能挑战成功，他带着全校的小伙伴全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就爱吃鱼，就喜欢这鱼腥味儿。那就安排早饭，我们先给小胖来一串大鱿鱼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然后再来一盘三文鱼。嗯啊。午饭我们给小胖来一盘麻辣鲍鱼。嗯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盘香喷喷的烤鳗鱼。不饿。晚饭就给小胖煎一盘酥脆的龙利鱼，咱们再给他加点泰式辣酱。今天吃的舒服。